我姐他们已经刚吃了一口，我另一个姐妈就准备给孩子喂一点，然后她就把那个鹌鹑从中间撕开，然后就跳出来那一坨蛆，当场吓得就直接扔出去了。老板当时就说的是，他说夏天蚊虫多嘛，我有点东西很正常。但我说有的东西很正常，但有蛆正常。老板反正就是摆摆手，当时反正老板就是他第一反应就是说，哎，只是说给我换，我说换了我也不敢吃，我挺恶心的，就感觉。当时我就打了那个市场监管局电话，当时工作人员跟我说的是得七个工作人员才有回复，然后我当时一看到他一个人吧，年纪也比较大了，我说你把这个安全钱退给我就可以了。就是说这东西贵不贵，然后多少的问题，那起码你就是这个食品安全得注重一下。